忘了，这就可以了。你看，忘了。人家吃不吃饭？朋友，我看一朋友，哎，嗨，好久不见啊！哎，你好，认得我吗？得两年前了吧？不是，嗨，都老朋友了，你来来照个相。包子系起来没有？哎呀，那你没系起来，合什么照啊？刚才我以为你想起来了呢。你再想想，你再想想。过来这边，过来这边，来看那儿，大家先跟那边打个招呼。哎，哎，怎么是你？喂，每次都是打，好久不见啊！哎，你一个人过来今天？12个人过来。12个人，你真大不过呀。哥们都哪去了？啊？这还那么会开玩笑，记得我吗？有印象吗？哎，想想想想，这哥们也超能忽悠，那么高的那个老朋友了，你还记不起来？不是吗？哎，这种人也是演员，好不好？想想，那真的不是我们同桌。那次吃饭你喝多了，600块钱饭钱50刀嘞。不是，那次一起去那个健身，哎、超能记得不？去酒吧你喝多了，你结账的时候你接了个电话，你回头你居然走掉了。完了，你碰到对手了。真的。你没怎么样，就欠了人家600块钱。找冰凌，给女朋友呗。12个人呢，不给我介绍介绍？给兄弟介绍一下吧。啊？打电话呀？啊，行行行，我给你记下电话了啊。认识我吗？忘了？哎，不是不是，哎，我们认识啊。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吗？哎呀，你太聪明了，来来。要长大的人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我朋友啊耶耶耶哎呀那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任务是成功完成了成功吗但是在最后小黄我对你这么好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被他走十步人家他那么喜欢你对不对对要抱一个吧抱一个好吧来抱一个来抱一个显示一下我的臂力来哦两个抱起来吗真的真的真的来来我测量一下啊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我怕你摔倒咱们这段就别录了3、2、1走来你扶着我扶着我的脖子哎对